评论里一直有我粉丝想看我最美一款假水，已经留言很多天了，而且点赞还挺高的。但是我发现现在这款假水已经下架没得卖了，不过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，所以我决定来为大家复刻一份同样的巨无霸假水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假水的测评视频。我才把碗洗干净，小猫咪就进去了。开始制作。放碗里，然后才洗干净。倒入假水胶。用完，这怎么能进去啊？再来把颜色调出来，倒点金色珠光粉，稍微抖多了，用水化开，它的看着就像橙红色，辣椒再滴入橙红色色素，对比一下，就是它了。这个颜色还蛮好调的，加进去看，有点太金了，再加点色素，比对一下。哇，很像哎！接下来开始成型，完成了，装瓶，消泡。颜值一样了，再来玩一下看看。普通透着金，像晚霞一样美。分量很大，可以随便打跑。真是太好玩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